哪儿的呀？我是中国的。中国呀？对，中国哪儿的？中国哈尔滨啊。哈尔滨那个羊肉串可以加糖吗？我这我这微信有钱，但是十块钱不够啊！我这有十块，我因为我好想好长时间没待在中国嘛。因为这个会有那个不干的。What up, it's Victor here. I'm in Seoul, South Korea right now. And so today we decided to go to that Chinatown area. It's not an official Chinatown here in Seoul, South Korea, but there are so many Chinese people there, so many Chinese restaurants. And while living here in Korea, I used to shock people by speaking Chinese to them. Basically, it turned out to be an interesting experience. I was telling people that I was from China and that I'm Chinese, and it was quite interesting. I hope that you enjoy the video.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my YouTube channel.And let's jump into the video. 我们可以拍一些视频吗？这里可以，可以啊，可以，行行。中国朋友，中国话说这么好。我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对对。中国话说。对，少数民族，你知道吗？但是你长得不像。对，我是俄罗斯民族。哦，对。我们买一些东西的时候拍一下行吗？你随便拍吧。Okay. 行，好。你们那个哪个城市的？东北。东北啊，哈尔滨啊。啊，是啊，对，我知道，那没去过，嗯，我不是中国人，我是俄罗斯人，开玩笑，但是中国话说的，谢谢，在中国留学，啊，对，嗯，上了三年的学，嗯，对，那边，我们，啊，你们会推荐哪个东西？如果你要是想拍比较特别一点的话，对，那边有那个就是鸭舌头。鸭子的舌头啊，明白，鸭头还是鸭子头？鸭舌啊，鸭舌。这个，行，这个是鸭头。鸭头啊，我吃过这个，这个有点那啥。啊，对，明白。要特别点。哎，他人才那么多，去过。哦，那我那个。然后其他的话，一般。可能会有的人觉得这种的，这是猪的舌头。猪的舌头。然后这个是直接吃就行，对吧？啊，行。这个是猪的耳朵。嗯。没有什么奇怪的味儿，就是挺正常的。哦，那我来一个这个，我来一个这个，我来一个这个，对。是天使。对，我觉得那个猪的舌头卡可以吗？卡。我给你刷卡。先进，这个先进。卡可以啊，10000以上能刷卡，我觉得好像可以吧。你没有现金吗？没有现金，没带。可以转账什么的。哦，我们可以那个转账。我这微信有钱，但是十块钱不够啊，我这有十块，我因为我好想好长时间没待在中国嘛。因为这个会有那个不干的，你如果要是刷卡的话，可能还得你付那个税啊，那就你还得多付400。어떤거어계좌번호그냥보내면되지계좌이체여기계좌이체하면돼그러면어이렇게할게계좌이체다시한국어对对다시한국어但也会说中文嗯他装不会中文的样子那个你好像来中国一样刚才那个三年然后就能说这么好啊对你家里的人没有人会说吗没有对我啊，谢谢。俄罗斯人。对，都是俄罗斯人，对。那谢谢。我就是那个跟中国人那个，就交流的比较多。对，三千，那个朋友。啊，你韩国语也说挺好。韩文也会说。挺好的呢。谢谢。哦，谢谢。방금여기그顾客그손님이있었잖아。내가그사람이랑그영상찍고싶었는데안된다고就是羊肉串20个你觉得够吗20个够你们有那个面包片吗有面包片吗面包片不卖啊那个羊肉串可以加糖吗加你们加不加糖不加糖啊他也是会，但我们都会。嗯，他是装出不会的样子。哎，我们来月饼。
没有啊，这什么呢？这不是月饼啊。这个呢？哦，那个这不可以刷卡对吧？不是刷卡，要现金啊。他们啊，你会推荐哪一个？要甜的，要甜的。对，最好吃的是哪一个东西？你可以推荐一下吗？这个最好吃。还有香肠。啊，这个我们不吃。哈尔滨的对吧？哈尔滨，你是哈尔滨人吗？哦，不是，我是哈尔滨人。啊，行，嘿，我们聊这个。哦，对，对对对，这个一个对。嗯，有点大，嗯。咱们拍行吗？可以，不，没问题吧？嗯，好。你哪儿的呀？我是中国的。中国呀？对。中国哪儿的？中国哈尔滨啊。哈尔滨啊。但是我在哈尔滨那个去烧烤店的时候，我们没有自己烤。哎。对，这个韩国的方式吧。这也是我们最近这么整的。啊，你们本来不是这么做的呀？你真的都不能够吃谁。啊，明白。韩国人喜欢这样，就这样。对。就这样烤啊！啊，这样转就行。行。可以往左走的，哦，一个。可能也有没。要不你们自己烤啊？不行啊！俄罗斯是哪儿啊？海参崴。哪个国家呀？俄罗斯。嗯，啊，俄罗斯。对。苏联。对对对，苏联对。说苏联就听得懂对吧？你话说的挺好啊。啊，谢谢。更喜欢中国还是韩国？喜欢中国。喜欢中国啊？啊，对。24,000원 24,000원중국이랑그렇게엄청싸지않아요앞치마어떻게말해한국과중국과원래요네네오잘했는데내가물어볼게지금대이랑아니이것도바꿔다타잖아어떤거그가운데있는거랑아오케이오케이오케이이거랑이렇게웨이츠보일까물맛있겠어요아응중국有更多的那些味道对吧？哎，那个很好吃。对对对，这里的肉很好，我觉得。Hope you like the video. And if you want to master any language, be it Chinese, Korean, or any other foreign language, click the link down below. Jump on a free coaching call with me. It will absolutely change your life. You will be able to travel,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to talk to different people, to shock them. To impress them, to make friends all around the world. You'll be able to master any language literally in a few months. Register for a free consultation call with me personally. I helped students from 5 countries to go from zero to conversational in Chinese, Korean, and other foreign languages. So if you want to change your life, click the link down below. And I hope that you like the video. And as always, until next time.